杭州登鑫科技是业内最早集研发、生产制造、销售服务一体化的专业贴片设备生产服务商，目前已经与国内3000多家企业、40多所知名院校合作，是国内最大的台式贴片机供货商，是国内台式贴片机的第一品牌。其中，公司最新推出的登鑫3代贴片机 TM245P 是目前市场上贴装速度最快、贴装精度最高的桌面式产品。该产品拥有12项专利，巧妙的硬件设计、精湛的工业外观设计以及人性化的软件设计，让登鑫3代产品成为桌面式贴片机中的翘楚。登鑫3代使用高分辨率的7寸电容式触摸屏，人机对话操作便捷。本机最大支持59种不同元件的贴装，其中边带器件最大支持49种，托盘 IC 和管状 IC 共支持10种不同的型号。另外，本产品后侧料站采用组合式料站，可以根据客户的产品免费量身定做料站组合，实现最大效率的贴装。登鑫3代不仅支持托盘，而且支持震动飞达，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定制震动飞达料站。定位方式采用任意区域活动定位，搭配机器配置的定位条以及定位柱，能实现多款产品在不同区域定位，能有效提升生产效率。边带的尼龙玻璃采用本公司最新的专利设计 PO Box， 能实现每一个料站的尼龙力矩和速度数控可调，无限制玻璃尼龙带，无需清理，安装更换非常便捷。机器的光轴、同步带、直线轴承等都采用进口零件，精度高，寿命长。同时，产品设计上加入了防跳齿设计、步进电机防湿布设计，以及经典的机械结构设计和零件表面处理设计，极大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品质。完美的机械设计以及软件设计，让贴装性能更加强大，最快贴装速度可以达到7200个元件每小时。产品自带真空状态监测，能有效检测出状态不正确的元件，让您的电路板不会出现贴错、漏贴等情况。产品自带4种高精度吸嘴，能适应0402到5050等大部分贴片器件的贴装。每一个吸嘴都单独配备一个负压泵，不会因负压不足而造成元件吸不稳。性能强大的贴装头能实现元器件的任意角度以及高度的控制。设备带有 IC 机械校正功能，对于常见的 MCU 等比较大的 IC 等元件，都可以通过该功能来实现芯片的完美贴装。拥有湿布修复功能，机器运行过程不再出现湿布现象，受到外力冲撞也能自动复位，程序存储直接使用 SD 卡，操作便捷。本产品还赠送多种附件，日常维护更加便利。登鑫科技 SMT 一站式生产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，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。